尔时，散化天王成佛为例，普观一切散化天众，尔时颂言：世间业性不思议，佛为群迷悉开示。小说阴阳真实理，一切众生无差别。种种观佛无所有，十方求逆不可得。法身四现无真实，此法即因之所见。咱们前天讲到这个种种观佛无所见，这句含义就说是你要以这个思想去求啊，想见佛，一个能见的心，想见佛的身，化身也好，报身也好，化身呢也不容易了，种种就是想种种的方法，就是心里头啊那个攀缘的心啊，想求是得不到的了，得不到的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这个心呢是虚妄的，虚妄的心取虚妄的祸，因此你是求不得的。这个妄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有是常见的，有是断见的，有的是邪见的。应当把些妄心歇下来，狂妄的心呢停下来。那么呢，狂心顿歇呀，歇即菩提，一个觉悟的心。像是求，常见呢，因为佛常住世，那么这个常见呢也是祸，或者因为佛根本就没有，这叫邪见，这叫邪见，这两种都不可以。种种观佛无所有，因为我们这个心是对境生心，对境生心，见着有个佛像的景，有个经的法宝的景，有个僧的三宝的景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对三宝的景的时候，你心呐，要把这个景的相除掉。这个见是要见真佛的，见真佛的。真佛在哪儿呢？佛在心头坐，佛就是在你自己的心头。说以前这些打的这个妄想见都不可以的，就是种种观佛无所有，不能见佛的了。我说天上人间十方去求你不可得，见不到的。依这法身而四现的一些化身，依这法身而四现的化身，是说你要见真佛，要见化身佛。他说：“凡观观自现，在楞严经上说，这个观世音菩萨
它是反文文字性。这个说观，观是就是想，说你想见佛，见不到，无所有，十方求你不可得，在十方啊，东西南北中了，四维上下了，到处去找佛，这是要见佛的真身。反闻、反观、观你自己的这些，这是咱们读那个《心经》上说，观什么呢？观自性，要观自性，能够得到自在，得到自在就能够见到真实性。因为咱们前来所说的观去、求去，这些都是对境啊，观这个境，观境。真佛不是缘起法，是性空法。因为性空故，不是一件有法的这个有，是吧？求真实得法身，咱们有时候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金刚经说的啊，这个地方说佛上应舍，何况于简。在任何境界下不起执着，因为这个意思就含意思呢，说不要在心外去追求。法印寂静篇呢，他得到这种印得的真实境界了，不随境所转了。佛与九海结海修住行，唯灭世间持难惑，四顾清净最照明啊。此乃立光之心所悟，世间所有妙音声，无有能比如来音。佛以一心遍十方，如此解脱庄严种。这两个偈颂呢，一个立光天悟的，一个解脱庄严天悟的。两个意思相同的。佛经过很长时间那么多的修行，修是修心，心是身口的所有的行为。为什么经过那么长时间修行呢？想把世间的无明把它灭掉，为了末世间的愚痴黑难，得到的呢就是清净光明。像立光天嘛，他心里头领悟到这种境界了。世间所有的妙音声，无有能比如来音。世间上任何的音声，跟如来音不能相比。没有能比如来音声这样普遍，这样的就是含的一种觉悟的意思，含一种觉悟的意思。如来音声能够使你觉悟，这一个这个清净，一个是音声美妙，能够除祸，能够除黑难，那个音声呢能够使你能误解，这两个计算就这含义。世间所有众福力，不如如来一向等，如来福德同虚空，此念光片所关键。
我们现在所有修行者，一个是求佛，一个是求坏。嗯，佛是福慧两诸尊。福怎么能得到？慧怎么能升起？现在我们都在求福慧啊，求福慧啊。例如说我们帮助别人，在佛菩萨啦就是度众生了，再怎么说是帮助别人或者资助别人，减少别人的痛苦，减少别人的负担。福利呢就是的庄严相，庄严相。如来的相好的庄严是无穷无尽的。那么不是世间的这些个福利所能得得到的，要说除世间福，除世间福怎么得到呢？以法为重，以法为重。说你以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供养，不如给人家说一句法。因为那是有相的，那个福报可以尽的，享受完了就没有了。你说的法让他心开悟解，那他这个福报他永远的永远存在的，不会失掉的。说世间的一切福利跟佛没法相比，跟佛的一向的福德都不能比。佛的无量庄严相，一向的福德，那是利益众生而得到的。般若的智德，和佛的那个立生的福德，佛是无所得的。咱们这个有所得无所得，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咱们做一点好事儿，做点好事儿啊，或者帮助别人，来说你供养三宝，供养一只香，或者一只花，这是有相的了，有相。但是你的心无相，以心力来供养，那这个福德呢它就转化了，转化了。在那个地藏界，地藏王菩萨请问佛，说有的众生他供养的物质并不多，但是得到的福报啊无穷无尽的享受，有的供养很多很多的，那一两声就没有了，为什么？那佛就告诉他了，佛就对地藏王菩萨说了，说看他是个什么心供养的啊。若国王最尊贵的人，他对那个最贫穷的人，他施舍他，他是一个恭敬心、平等心去供养的。他亲手给予，而不因为他是卑贱，或者派人把他看成很尊贵的，这样来供养人家，供养众生就像供养佛一样那么给，那么供养，那这个福德就大了。所以轻心慢心的供养，那福德就小了。所以这个，本来这个，解释当中呢，主是他像这些天的福德呀，因为后头经文里头他要讲的，他不大多解释了。我再跟大家说一说，就是当你这个，例如说现在你在这儿，我们大家共同学《华严经》，你是一个什么心情来听的，来学习的？
可以说现在这一念的这个善念，学法的这个念，他用什么心来听？有心来听呢，还是无心来听呢？我说这个无心跟咱们这个无心不同啊，无心就是不执着的，不执着的，不执着的心，或者是一个执着的心。什么样是执着心呢？你得藏住坐，你这班必须来听。你本来是想睡睡觉，想躲躲懒，不行啊。你这样来听的，没什么福德。一个心要心，心要心，你这个心来听。那这个福德呢？有福德，有尽，有尽，是吧？无求无得无证，闻法，啊，这是佛所说的无上的啊最高深的法。我去种个善根种子，我什么目的呢？成佛。那这个心，一直到你成佛，随顺你的，同样一件事儿，看你怎么做。那佛在世时候，一个贫女，讨口子的，她捡了一枚钱，那是金钱，捡了一枚金钱，她捡了这枚钱，她就想了。要是拿这枚钱嘛，买生活用具，买吃的东西，可以管很久很久。他想，我为什么要这么穷？过去没有种福德，忍受的贫苦，把这枚钱呢，他想供养佛，他就到那个油店去打一枚钱的，打了一枚金钱的钱，买油。买油去到这个，到祈愿寺去供养去。但是他没有盛门的盛油的器具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穷到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油店的老板说：“你捡这一枚金钱，你要拿它办生活，够你过好几个月的。你都买油，你不吃饭呐？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我买油不是自己吃。”我供养佛，这个老板油店老板就受他感动，给他找一个器皿打油。在他供养油这天，波斯匿王啊，拉了多少车的油到道寺里来供。那他这一点点油，怎么跟波斯匿王比呀？但是波斯匿王供养那么多的油，福报没他大，而这贫女不久就得了阿难果了。那么这一天呢，寺里头当值的呢，是管这个香灯的，轮班吧，轮到目犍连尊者。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啊，他夜间点，白天就熄了，早晨熄了，在他熄灯的时候，其他的灯都洗得掉，就是这盏灯洗不掉。他得用他神通力来灭这盏灯，怎么灭嘛？越灭光明越大。在这个时间，佛就从他的寝室出来，到这个殿里头跟目犍连尊者说：“说这个呀，你的神力办不到的，他这个布施的人。”叫捷径师，捷径师，他所有的财富都拿来供养了，叫捷径师，而他心里头虔诚的呀，虔诚的很，那个程度很高的，他才一钱的油，是吧？这个福德呀，就是看你的心。
看你的心啊，人家主宰的是什么？如来的福德为什么同虚空一样呢？虚空什么样子？无边无尽吧。佛的福德是无边无尽的，因为佛在多生累劫教化度众生的时候，他没有执着心，他也没有说求你报德的心，他一切的无求无证。咱们也学佛学菩萨，现在诸佛菩萨终日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。福德是个什么样子？是性供养的，是福德性。福德性啊，像虚空一样的。说如来的福德像虚空一样的。所以末法的佛弟子，就佛的福德的白毫相光的一相，由末法他的弟子来享受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沾佛的福德呀。但是你得有这个因缘，说咱们讲都是缘起法了，没有这个因缘得不到的。世间的福利怎么能跟这个佛的一相相比呢？佛的无量相的一相的福德，咱们看世间的财富和地位权势，那是无常的了，那属于生灭法的了。佛的福德是不生灭法，这样理解就可以了。福德相，没有相的福德，那就是没相的福德是相无尽。人天的福德很小很小的，这就是世间佛，所以这样的来说不如如来的一相。三世所有无量劫，入其成败种种相，佛意毛孔皆能现，最上云因说了之。这个句子所解释的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，这过去还有过去，那未来也还有未来呢。一个事业或者要一个人，他有种种成相败相啊，咱们这是属于成住坏空。成相败相就是坏了，就坏了，不论是成啊败啊德呀、失啊，种种相呢就是行的意思啊，行的意思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这么长的时间，皆是时分了，在这个世间所有的成相败相，有种种相。那么佛在佛的毛孔都能够显现一切世间相，十世的三世嘛，就是过去还有过去，未来还有未来，三世就是无量世了。是吧，这世间的成住坏空的相，要成劫住劫坏劫灭了，空了空间，种种相，佛的一毛孔中能显现，这是佛的神力。那三世过去的世间相有好多，有好大，佛的一毛孔，怎么样理解呢？一毛孔是很小的了，这是显佛的神通妙，这个妙用。显佛的功能啊，得度利益众生的大用的意思。
佛的毛孔也不大，一切世间相也不会缩小，也不会减少，佛的毛孔显现，一毛孔就是《华严经》，就是一毛孔，就是一真法界，是一法界，一切法都是还归于法界之内的，这叫悟得法界性。说这个最上云阴天，他了解这种道理了。十方虚空可知量，佛毛孔量不可得，如是无奈不思议妙极天王已能悟。这两个句子都差不多。一个佛的智慧像虚空那样子似的，你像这毛孔嘛，跟虚空量相等了。显什么呢？咱们前头讲的理法界跟四法界，理能容摄，理超于四，这两个无量的事业在佛的毛孔中显现，毛孔也没大，一切的世间相也没小，显示一个无奈不可思议，就是以理来成事，以理来成事，这说是那个小能容大，小能容大是小变成法界了，一切大者皆在法界之内，小大是相对之法了，没有什么叫小，没有什么叫大，这是世间的执着相，这是容摄的意思，容摄的意思，一毛孔能容摄一切事物，这一毛孔就变成了虚空了，这样来理解这广跟狭窄，广狭无奈自在，自在。这种的不思议，如来的不思议的这种境界啊，妙极天王他能悟得了。佛语囊是无量劫，具修广大波罗蜜，勤修精进无厌怠，喜会能知此法门。佛语常是无量劫，就时间很长，时间很长，就是无量劫的修行。劫是时分，劫波经过无量无量的时分，修什么呢？修的是广大波罗蜜。广大波罗蜜，寡说波罗蜜，没说波罗，也没说禅定，这种六种波罗蜜，在这个华严经讲十种波罗蜜，出具的就是显佛经过无量长的时间，从来没间断过，什么呢？修道避难的法，前头没加，就是所有一切法都叫波罗蜜。把它修到究竟，叫波罗蜜。波罗蜜就在这个经上说，有到彼难，到彼难，从生死长流到了彼难。又者呢，把波罗蜜讲就是究竟，究竟，而究竟成佛了。那修的哪一个波罗蜜啊？下文就说了，勤修精进波罗蜜。广大就是法很多，佛修的法很多，都把它修到波罗蜜，都修到究竟了。下头你是专机一动，
精进波罗蜜，无厌怠，无厌怠就是不懈怠，这是无量劫哟，无量劫精进不懈怠才得成就的，成就的佛果。精进跟懈怠两个是相比的。佛教导我们昼三时的夜三时，昼夜六时恒精进，要到中夜的时候，中夜就是十点多，十了多点钟到一两点钟这一段时间吧，就算中夜吧。对，大致是四个钟头吧，二十四小时嘛，白日做十二小时，晚上做十二小时，这样来算吧。中夜时间稍事休息，不是睡觉，读诵大乘，昼三时的夜三时，如是精进的修行。古来的大德们，他没法克服他的睡眠，他把自己或者是置于悬崖之中，置于很危险境地，使他不该瞌睡，那是办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人这个肉体受物质的限制了，那肉体呀，毕竟他有疲劳的时候，疲劳过度了，你就以死为惧，他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。佛只是叫我们，所以学法的时候啊，要你多方面的学，不要执着一点，这一点。你这样看，好像叫我们长时精进，永远不要懈怠。那体力不佳呀，你这肉体办不到啊，除非你入禅定了，禅定可以啊。你怎么调剂呢？少睡眠，多思维，不是完全不睡，完全不休息也不行。对，所以你自己呀，要调身、调心、调气、调息，完了最后调心，要自己调的适应，能够修道就好了。道不是一天成的。那你也不能懈怠，你懈怠了道更不成了。因此呢，你要考虑自己的存在，完了决定你的意识。怎么考虑存在呢？说我现在的身体相适应不相适应，我能够尽最大的努力，我一天念啊几部经啊，或者我越障能越好多。像你在常住坐不行，你得随常住。一会儿上殿了，一会儿过堂了，一会儿你这个班里做什么，你得随常住。这叫随着常住的修道，这叫共修，共修，或者单独行。有的大德们这样说：应在常住睡大觉，莫在小庙去办道。说在小庙和都是散漫的，没人管，无拘无束。大庙不行啊，大庙你想做什么不行啊？人家大家有大家监督你啊，把自己把与大家监督之下来去做。但是你自己调和的相似性，能够跟自己适合，你喜欢参禅的，
你不要住念佛堂的道场，也不要住那个佛学院，嗯，佛学院也不会收你的。说你要弘法利善，发心就专门帮助别人，就是利于别人吧。都各有各的道理。那你看禅门禅宗说标榜禅宗的时候，禅宗一部像立正菩提，说禅门烧一支香，我这么一坐开路了，成佛了。一进禅堂，禅堂那上头有个匾，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即地归，成佛了。教下又不这么讲了，教下教下讲最大的宣扬就是要悟弘法利众生，毕竟无有报恩者。那想成佛报佛恩呢，那你弘法利众生，你要想成佛呀，你不行菩萨道，不弘法利不到众生。那要住念佛堂，你自己很高兴，我念句阿弥陀佛了生死了啊，这学佛这佛道长远呐，很艰难呐，容易堕落，那我先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接引，我先来个保险，不再退堕到三途了，那就念念佛堂啊，那一句阿弥陀佛也不好念的了，念念你那个心就散乱了，那控心的方法没有学习啊。念佛有一念的，有十念的，有念念不断的，有默念的，有心念的，行着坐卧，把那个全部精力用到，对，念佛，赶到最后了，念佛就是念自己，念自己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那就心佛不二了，能念所念，那就高了，这个所谓精进者呀，对，从来不停歇。还包括什么含义呢？你出了家之后不要生厌烦，人家过去那句话呀，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呢，出家十年佛就上西天了，出家二十年三十年那佛在哪儿不知道了，找不到 找不到佛了。含义啊，久在生懈，要能保持久远的长时精进，这个六度之中你占一度，而禅进啊、阴柔啊、般若啊，都可以，你占一度，专门专一门修行，不要生疲厌，不要生厌怠，你厌怠就堕落了。佛呢，无量劫来就是给我们做榜样的，从来没有厌怠过，从来没有这个懈怠过。他这分段身舍不舍呢？舍呀，对。你看那个咱们读《金刚经》什么，佛做那个一个仙人修忍辱行，这就是一个波罗蜜啊。广大波罗蜜当中取一个忍辱波罗蜜，他一生两生三生五百世生生都舍身，他无厌癖。那么修道者修行人还要注意，注意什么呢？容猛心好发呀，容猛心容易发起，持久心难呐，我经常在我们这看到，我们上次那个寿宁寺，那是魏国太子在那舍身的，把他身上舍身供养诸佛，这叫慷慨啊，舍身面，这个容易啊。说不能拿身供养，要你经常修道，天天供养。时间长了他就退了，是，所以要你这个修道者或者规定你这一百年，
精进不懈，不是一时冲动我拿身供养了，就是世间上的法，世间法也入世啊。我记得古来有那么两句话啊，慷慨赴死易，慷慨让他去死容易，是吧？让你把这个城的责任交给你，不论什么敌人来了，你能够的击退，从容守土难呢、从容把这个城守住，说我尽解了，我牺牲了，说跟别人拼命了，说这容易啊，一打你死了就完了，是吧？又是把城保住，你的责任是把这个城保住，从容想办法保住城，从容守土难呢。说一时的精进容忙容易，打一个气打两个气，那拼命吧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容易。说给你十年，或者20年、30年，那天天这样的行当，这种精进就难了。那么往往的很多道友一提到精进了，哈，或者什么一时冲动了吧，打气了，干什么鼓励了。这一个期呀、很精进，过完期就睡大觉去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这个就不行了。精进是长时间不懈的，勤行，勤勤恳恳去做。我们问了请知识，常说请知识，啊，你看哪个请知识？啊，头几个月精进的不得了。你考察的勤务啊，过了半年之后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天不如一天，那懈怠下去了。佛是无量劫常时这样修行，精进不懈，才能成就佛果的呀。常时修，专修一行，一个行门就可以了。这个说的广泛一点，因为啊，跟我日常生活啊就容易结合得起。业性因缘不可思，佛为世间皆演说，法性本净无住垢，只是华光直入处。业呢就是做容易，业是纵容易，业就是照做。你照善也好，照恶也好，反是业是一个照做，做容易，做容易。它是有因缘的，有因缘的，因缘所生的法呀，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你理解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凡是因缘法，不存在的。为什么？缘起无自性，因为性空缘起，缘起是因的性空而起的。这个呢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要买一位道友，你个人的业性，业的体性，就当你做一个业里头，这一生当中或者这一年当中，善善呢呢，精进懈怠，忍辱对着嗔恨的发脾气的时候，种种的业，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啊，种种的业不可思。你要是跟着你所做的业想，想你所做的业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应该做的为什么不去做，不应该做的业为什么要去做，
我们经常说业障是业把你障住了。嗯，那你为什么要造业去把你障住呢？找找这个原因，找找这个原因。对，当我们病苦了，病苦了，你就逼迫性啊，病逼迫呀。嗯，你还能修道吗？还能去学习吗？你还能克服得了吗？病苦，生老病死苦，这四样哪样你能克服得了？不被这个业所转，而要能去转业，关于这个业性的因缘呢，佛给我们演说的多了，所以这些教义里头说的都是这个，一个世间的因缘，一个出世的因缘，一个世间的业，一个出世间的业，非常的多。那么佛给一切众生，给世间，在世间说世间相，在世间也说出世间的相，怎么样处理？佛就演说下两句，就是法性本净无住垢，说你那个心呐，根本的你那个妙明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没有一切业，心本清净的无住业，业就是垢。说善业还是垢吗？呢业去了时候，呢是对着善的，善你要舍弃，舍弃。善业也是障啊，善业也是障啊。佛道达到性空了，正得了，业性本空，因缘消灭了，那就本来清净的。不来清净，一切垢都没有了。就是华光天他所得到的入处。如愿观佛一毛空，一切众生悉在中，必以不来以不去，持普见王之说了。一毛空很小，一切众生都在这一毛孔中，可是说佛的啊，说不说佛，观众生，你观每个人的一毛孔中，每个人一毛孔，观你自己一个毛孔中，一切众生悉在中，都在这一毛孔里头。毛孔没放大，一切众生也没缩小，怎么容说的呢？这是从理上来讲的。你说怎么讲呢？说那一毛孔变成一法界性了，法界性是空的无相的，把这一毛孔说作为一个法界的整体，大总相法门体，因此呢，无不一切法都在法界之内。那所以他的毛孔就能融了，就能融了。这个道理啊，是小大相融，一多自在。难思这就是不是凡夫的心所能想得到的。不来不去，而能显现来无来相，去无去相，一切无相。这个叫你观了，观不你本来面目了。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
观摩的法身了，不是肉体了。这个必须你那个用惯例，惯例这个我们讲过多次了，你静止思维，思维啊，五台山、太原、北京、上海，你这一思维啊，把它都摄受到你这个，收摄到你这个，收摄到什么地方？你找找，你什么来容这些个的？这是想，想。加上你每对每一件事儿执着那件事不舍，或者一件事物，那就小了，把它缩小了，缩小了，不是那个物件小了，是你心小了，不是那个物件大了，是你心大了，你这样子，一切法唯心识所变呢，都是你自己的心呢。这是种观心的法呀，说容易观，观就是思维修了，就是惯例了，观佛的一毛孔，观你的一毛孔也可以啊，一切众生悉在中了，佛是无相的，所以这些个有相的到无相之中去，那无相的把有相的都包容了，没来去相，没有大小相，没有心缘相，最主要是心缘相，这个呢普见王能了之，这是六欲天的化了天，以下就讲执着天啊，执着天嘛就是斗帅天啊，咱们经常说斗帅天，斗帅天就翻执着。夫是执着天王，得一切佛出行世间，得一切佛出行寺圆满教轮解脱门。喜乐海吉天王，得尽虚空界清净光明身的解脱门。最胜功德闯天王，得消灭世间苦净愿海的解脱门。寂静光天王，得普现身说法解脱门。善目天王，得普净一切众生解脱门，众生界解脱门。宝风月天王，得普现世间常现前无尽藏解脱门。融建立天王，得开示一切佛的正觉境界解脱门。金刚妙光天王，得坚固一切众生菩提心令不可坏解脱门。星虚闯天王，得一切佛出行显笃显亲近观察调伏众生方便解脱门。妙庄严天王，得一念息之众生心随机应现解脱门。佛将要出世的时候，到人间度众生的时候，得要生这个天，这叫斗帅内院。他分这个天，他分一个内院，就是菩萨寄生所，叫斗帅内院，都是一大菩萨聚会的，普应法界的，说是这个执着天呢，它分内院外院。咱们这一上都没讲，后头要讲的啊，文字也讲的。这把这个经里头啊，所有的这些个天王，示现的啊，这都是菩萨示现的，叫继位显圣嘛。继到这个天王位，显他特别的殊胜境界。
第一个天王他得到的佛出生四，一切佛出行在世间禅的圆满教轮转法轮了，这一种解脱门，这是总相法佛法门，是吧？诸佛将出世之前都要在这个斗率托天的内院，就是执诸天的内院，感到他四现八相成道的时候，成了佛之后，都是说顿眼华严圆满相，就是佛佛道同，每位佛都入世。普应一切法界的有缘者，现在是圆满圆满相。这是执诸天王的。第二个呢，天王的呢，是喜乐海吉天王呢，他是以光明的色身遍满空界，光明遍满空界，表示无障碍，不取不着，所以叫清净，尽虚空了嘛，尽虚空了就清净了，得尽虚空清净光明身，身没有，身是光明，光明就是身，而且身量好大呢，虚空有好大，身量就有好大，尽虚空，他证得了佛的一个这个解脱门。第三个天王，以净愿力灭惑业苦，灭除一切惑业苦，就是得消灭苦，清净的苦一消灭了就清净了，他得了这么一个解脱门。第四第五天王没说句子，因为随着文呢跟上的相通，相同的他就不说了。普化世间的常现前无尽藏的解脱门的，普化呢，普就是普遍的意思，常时没有间断的，实现的给众生实现的真实的快乐，什么是真实的？证得法身才是真实的，他得了这么解脱门。第七呢，自觉，自觉的就是智慧的境界相，就是佛所证得的，把这个佛所证得的显示给一些众生。第八呢，以敬佛坚固菩提心，叫一众生啊，以清净的福德坚固你的觉悟的成佛的心不退。第九呢，就是仰，就是上求下化。那就是上求下化，就是初心求佛道，那调伏众生的方便解脱门。第十种呢，照现瞬即四个字的一念，一念悉知众生心，一念把一切众生心都知道，一作意，一念是照的意思了，随机应现，有什么机感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，让他得悟解。而是执诸天王成佛的威力，普观一切执诸天而说颂言，这颂言都是赞叹佛的啊。
一般的这个都有的解释一下，有的不做解释了啊，这个解释的就少。如来广大遍法界，宇宙众生悉平等，普印群情阐妙门，令入难思清净法。如来广大遍法界，宇宙众生悉平等。这半句呢，是不是佛的体法体？法体是法身。法身说得的根本智慧，根本智。那么上句是说佛的体跟佛的智慧。佛的体是智慧光明身，以光明为体，那遍于一切处，以大悲慈悲的用来普遍的圆满的演说一切法，来利益众生。说这在全实之间的实是佛的法身，全佛是利益众生的方便的度众生的妙智。对。那么这个偈颂呢，是上半句是演佛的体字的，下半句就是演佛以言说大悲心言说的来度益众生，演的这个法门。就是对这个偈颂的解释了。佛身普现于十方，无着无奈不可取，种种三相似显现，慈禧极天之所若。这个跟呢前头的句子啊都相同的，不做解释了。如来往昔修住行，清净大愿深入海，一切佛法皆令满，圣德能知此方便。往昔所修的一切住行，就是说往昔行菩萨道的所修利益众生的一切的教化众生的行为，都是清净大愿深入海。一切的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所实现的眨眼呐，一切形象的本来都是空的，都要把它灭除，为了是众生离众生的方便，而不是真实的。佛法是觉悟的妙法，它是本具的，望尽的真就现了，不是外来的。法身不思，如来法身不思议，用言分行等法界，处处的阐明一切法，寂静光天谢脱门。以体而显现的，而体显现的什么呢？就是一切用了，一切用了。这些用是迷判法界的，因为体骗过，说用也骗了。体遍于用，用也广大不思议了。众生业干所缠缚，骄慢放逸心慈荡。如来为说寂静法，善目照之心喜庆。要利益众生呢，那先印得众生被业的迷惑说缠缚住了，懈怠骄闹讷慢放逸，那个心呐，永远是动的迟荡的。你如来的教化给他说的寂静法，咱们前头说了很多都是寂静法，寂静法。
一切世间真导师为救为贵而出现，普施众生难乐处，风月于此能深入。诸佛境界不思议，一切法界皆抽遍，入与诸法道彼难，融会见此生欢喜。要有众生堪受化，禅佛的功德取菩提，令住福海常清净，妙光于此能观察。嗯，六七八三记呀、啊，嗯，是跟那前文都相同的，不再做解释。嗯，十方刹海微尘数，一切佛所皆往迹，恭敬供养听闻法，此庄严藏之所动，之所见。十方刹海，有微尘数那边众生，十方刹海有微尘数那么多佛，微尘数住佛，佛所说法的处所，都在那儿集合着十方刹海微尘数那么多众生。那些众生都是恭敬啊供养啊去求法，而这种境界呢是庄严藏所见到的。嗯，亲近嘛就为了闻法嘛，闻法了嘛就为调伏嘛，调伏至于身心。嗯，众生心海不思议，无住无动无一处，佛语一念皆明见，妙庄严天之所见。而一切众生心呢，众生心是什么样子，思念考虑或者忧虑，就像草那么多，草那么多。总而言之，让众生的妄想特别多，不管他想什么吧，佛这一念间都知道众生心。这个是妙庄严天，他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他悟入了。现在该讲这个十分天，十分天嘛，照咱们说起来就是夜摩天，夜摩天就分十分，十分，十分天，就是四王、斗笠、夜摩，是从上往下讲的，现在是讲到夜摩天。复次，十分天王得发起一众生的善根，令荣利忧恼谢脱门；妙光天王得普入一切境界谢脱门；无尽慧功德床天王得消除一切患大悲轮谢脱门；善化端严天王得了知三世一切众生心谢脱门；不思议慧天王得善入一切业自在自性不思议方便谢脱门；轮寂天王得转法轮成熟众生方便谢脱门；光焰天王得广大眼普观众生而往调伏谢脱门；光照天王得超出一切业障不随魔所作谢脱门；普观察大明成天王得善诱惑一切诸天众，令受行心清净，令受行清净心清净，
系统门。十分天王他得到一种法，叫什么法呢？发起一些众生善根，咱每一个入佛门的道友，不管优婆塞、优婆夷呀、比丘、比丘尼呀，你都有许氏的善根呢。没有许氏的善根，归不到佛法生三宝。是善根发了，善根发了嘛，忧恼啊、烦闷呐、自然就消除了。就是善根要发了，烦恼渐渐就消除。烦恼要消除，善根就渐渐增长。说发起一些众生善根，容染认定他容染的容离了忧恼了，离开忧恼了就解脱了。那妙光天王得入一些境界，解脱门就是有无限的方便，让使一些众生能证到法身。这个呢，咱们讲起心论的时候讲啊，你初开始发菩提心，就咱们现在大家都发菩提心，初发起发菩提心，发心了一定能感果。但是这个发心呢，包括很多虚妄性，不实的。完了心成就了，到了初住了，完了再进一步的发菩提心。这菩提心呢，就是相似能见着真体了。完了经过三十位十住十行十回向，完了登了初地了，得大欢喜，因为他亲证了一份法身，仅仅是一份，这是证了。份证，一份一份的证，投了那个三贤相似证，相似正法身，赶到最后十地满心到十一地，真正证到法身了。第三个天王，他说是以大悲心度众生，摧毁一些众生的惑，惑就是迷惑、烦恼惑呀，起惑才造业嘛，心里生烦恼了，烦恼一定要造业。那菩萨以大悲心消灭他的烦恼，就像那个轮子似的，车轮似的，把它碾碎。第三个、第四个天王，以他的智慧来指导众生的根基。直接说法，知道他什么根基，给他说什么法，他心开一解。第五个天王呢，总持大光明。总持就是什么？就是陀罗尼，陀罗尼就翻总持，总一切法持无量意，就叫陀罗尼。陀罗尼，咱光的咒语或者十个字的，或者六个字的，或者五个字的，只有几个字啊，但是它包括无量意，说就叫陀罗尼。陀罗尼就是咒语，总词的含义就是达到入到佛的理性了。咱们是理法界吗？入了理法界了，入了。是以惑以智慧能够通达，通达。这个通达的意思就叫门，叫门。
以智慧为体，啊，所以就叫光明了，总持大光明嘛，天王嘛，嗯。以下呢，有些个料解释下，有些人不做解释的，第六就不解释了，他同的，嗯，第七呢就是转法轮的时候，转法轮转什么法轮？就是四相给他四相菩提之道，令这个众生啊能够成熟，能够得以此为方便。那么第八个是讲究眼，眼是指法眼说的，但是他法眼在华严经他是讲究实眼，实眼实眼原名，咱们在那个金刚经上说是无眼原名，众生这是我们这右眼，右眼是障碍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一有隔离就看不见了，还必须加日月灯三光，嗯，说右眼障非通啊，偏眼呢、啊、通非障啊，嗯，右眼是有障碍的，通不到，有障直接隔着，偏眼呢无障碍了，嗯，慧眼呢就观熟体了，法眼观诸智中真谛了，佛眼是观一切无眼原明，但是这个说实眼，实眼的嘛，就是右眼能见一切色，天眼就能够见到一些众生的心，第三加个慧眼，慧眼见一切众生的住根境界，一切众生见着众生的根地境界相，第四呢是法眼，说见一切法的真实相，见理，法眼见理见真，五者呢是佛眼，嗯，见佛的实力，嗯，见佛的实力，六呢是自眼，能见一切法，这个后头这个五眼呢是从智慧开的，般若开的，说叫实眼，华严都讲实，嗯，波罗蜜也是，嗯，这个跟那个波罗蜜后头那个那智里头开慧风愿力智啊，变成五个呀，嗯，自眼呢就当观一切诸法，嗯，七呢叫光明眼，光明眼嘛专看见佛的光明，看佛的光明得记住有光明眼，没有光明眼看不见佛的光明，比如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现在的放的光明啊是骗于法界的，咱没有光明眼见不着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就没有记住光明眼，佛的光真见不到。第八种呢叫出生思眼，这个出生思眼得证得涅槃，证得不生不灭了，就出了生死了。第九呢叫无奈眼，是所见的都一切都无奈，其实佛眼还有奈吗？佛眼就无奈了，这华严经它一定要开实，开实嘛就得，他说实眼原明这样的，嗯，无奈眼就所见无奈了，啊，第十呢就智眼，嗯，叫自眼，这是根本自眼，一切自眼，嗯嗯，那又叫呢普眼，普遍观一切。这个普遍观一切是指得到法界的体性，
普门之法界。为什么在这个要说实言呢？这在咱们后头经文里头，离世间品，离世间品，在这个法眼里头开出了这以下的五眼，直到这个出处到后头讲那个离世间品呢，自然就讲到了。所谓超出什么？超出业障，超出烦恼。烦恼怎么来的？有乐因，乐因才有烦恼，离了乐因了。离了乐因了，没有乐因，外边乐园也就不住不成了。普遍说法，平等给众生说法，就等于法语，劝令一切众生都能够行善业，断乐业，能得到心的清净。这廖威的把这十天都解释一下啊，以下嘛，十分天王成佛的威力，普观一切十分天而说颂，说战佛的颂。佛语无边久远界，一劫世间忧恼海，广开离尘清净道，荣耀众生智慧灯。灯是光明照耀的。如来法身甚广大，十方边际不可得，一切方便无限量，妙光明天之能若。生老病死忧悲苦，离排世间无展歇，大事难免悉事除，事悉除。大事是指佛说的啊，无尽慧光能觉了，佛如幻字无所奈，与三四法悉明达，普如众生心谢众，此善化天之境界。种思边际不可得，辩才大海已无尽，能转清净妙法乱，此时大光之解脱。二三四五随文就可以看懂了，不解释。业性广大无穷尽，智慧绝了善开示，一切方便不思议，如是慧天之所若。业性广大，业性广大呀，就是作用的意，也是造作，造作。这是业性，业性，业的体是广大的，一念之间就能造很多的业，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入了法界，没有穷尽的。要没有修对治法，业是止不住的。对治法什么呢？观。怎么观呢？业无自性，业性本空，微心造，是你心造的。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心要心是罪已无，业已无，咱们得改个业已无。这显示什么呢？转不思议的妙法轮的时候，能够显示修习的菩提道。这三个计算，对，第六啊，第七啊，第八啊，第九啊，含义都一样的。反正这十天，他们所有的智慧，每一个十天，他们的智慧是同等的。自力是同等的，正德的大字没什么差别。他继位这十天，继位那个十天，继位后头的十个夜叉王啊，十个鸠摩罗王啊，都入世的。大家懂得这意思啊？因为前头这是标明，而后啊，到了经文里头，他又加以解释了。咱在前头都是料说的。
转布施妙法论显示修习菩提道，容灭一色众生口，只是轮际方便地。如来真身本无二，应物随行满世间，众生各见在其前，此是厌天之境界。如来转法轮的时候，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每个众生都见佛给他说呢。而想到圣业入世，罪业也入世，你看呢，下地狱那个床，一万个人睡那个床也不挤呀、啊、一个人也看着身卧满床，一万个人睡，他一个人就把那床都占满了，这也是业片呢、那是罪了，受罪了。善恶业形容的都入世，这是两个计算，两个计算叫七八。要有众生一见佛，必使出净除住业障，离住魔业，永无余光照天王所行道。要有那个见佛的因缘呐、有见佛的这么个缘，能见佛，就能使你业障消除。见佛，你还有这个因缘，得有这个功德，得有这个福报。咱们看见铜铸的、木塑的、木雕的、那泥巴塑的，你能见着这佛像，而能够见着生欢喜心，就这个感的因，将来一定能得果，这叫种善因了。说能够生欢喜心，这个也不可多得，不可多得。所以要有众生一见佛呀，必定净除诸业障。这必定的含义啊，不是我们见了佛像，我们什么业障都消除了。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能够使你闻法修道，完了从修道当中渐渐才能把这业障消除啊，才能够使你离除一些魔业呀、魔业就是相反的，跟你道业是相敌对的。光照天王所行道，所行道就在众生像我们天天闻经，天天在念佛，就是你不作意，未专修什么，你上殿过堂啊，听课呀，一天就是佛呀菩萨呀，消业障啊，断烦恼啊，你每天都在这个熏习你啊。咱讲大乘喜讯论不二种熏习吗？是敬业熏习演业。但是这个场所，这个场合，这个道场又有好多呢，又有好多呢，还不说不信佛的，就是信佛的。台湾很信佛，信佛很多，就是有几百人的道场很少了，很少很少。就像我们大陆现在各个寺庙能上一两百人的，就是一百人吧，你可以走很多寺庙，你能算得出来的能有几个庙，这庙里能有一百个师傅们在这一天念经啊，上殿呢、是不可多得的呀，不可多得的。这个世界60亿人口，
信佛的又能好多呢？见佛的能有好多呢？很难得呀，很难得呀。往往的呀，人在佛中不知佛，他在佛里头他看不见佛。人在业中呢也不知道造业了，他不知道造业了。我以前在那些个几十年在那监狱里头所见到的都是那叫犯人，口里说的，身体所做的，他心里所想的，没有一天不造业，而是不是善业呀，全部是恶业。说利益别人呢，这个念头没有。就是想害别人，我们经常对那个特别坏的人呢，给他起个外号，那就叫他如果有一个小时不造业，他连走路的精神都没有了。要一时不造业，走路没精神，他走路都蔫到的。他要害人呢，要做坏事，他来了劲儿了，他的精神就来了，这不是业吗？恶业有恶业的因缘，善业有善业恶缘，缘不容易啊。我把这个念了啊，还有两个。一切众会广大海，佛在其中最为要，普于法语运众生，此解脱门名能名成若。那么这个就是夜摩天吧，夜摩天下头就是三十三天了啊，三十三天，这个一下咱们就熟悉了，又跟他们接近了，有玉皇大帝呀、啊，四天王天啊，那么天呢，因为他跟他们跟人类接近，这个天呢跟咱最接近，咱们所说的天人呐、啊，说的什么神通啊，你看武侠小说形容都是这个天。一往上夜摩天了，斗帅托天了，他化自化了天了，不知道了，这大梵天更不知道了、这个天嘛就更熟悉，说以下嘛，以下留着明天再讲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